明顯提出了嗰、個公平原則，一路殺住阿鍾瑤。鍾瑤喺呢度咧，就似乎係唔係好明確去對抗得到佢。咁但你睇到其實佢哋嚟嚟去去，佢騎咗少少啊，即係變咗。係啊，但係我覺得阿鍾瑤咧好斯文啊，個性格。但係咧，阿鍾瑤嚟講咧，佢亦都係好感性，用一個以情說理嘅方式咧去應付呢辯題。咁所以今日咧嘅結果咧，我覺得就係咁樣啦。我覺得就咁樣啦，係咁嘅。即係點啊？打和咯，兩邊都得啦。我呢邊就睇到黃宗耀個名打和噶，我呢邊睇到吳鄭成啊嘛。啊，所以嗱，我就咁睇啦。所以咧，贏輸就靠你啦，啊，睇你啦。啊，呢個波拋得好喎，呢個波真係，真係睇你啦。仲有啊，成身最新踩啲主角，我講先啊，佢打，準佢投呢個打和啊。點解啊？因為我投咗咯，簡單就我投咗啦嘛。規矩一嚟，我講得地啱啊嘛。阿鍾瑤是很斯文的，我很肯定，因為我曾經很深夜，我不知道記不記得，曾經很深夜在銅鑼灣我撞到他，在很深夜很突然間在街上面這樣撞到他，仍然很斯文地打招呼，我覺得這個人一定是很斯文的。那你的結果是怎樣呢？